其实你是想要一只小狗狗啊？给你一只小狗狗。狗长什么样子？里面有一包卡片，一袋骨头，还有一只小狗。我们来给它装那电池。哎，这有个开关哎，没有。啊，狗在睡觉。哪里？它是在凶凶你。Oh no！ 睡觉，你看它脖子都遮住了。这是怎么玩啊？等一下，这个小狗呢，开了开关之后，你们每人给它夹一根骨头出来。如果谁夹骨头的时候，这只小狗站起来凶你了，那它就输了。输的话，我们这里有一堆的惩罚，开始吧。第一首是，我这里呢就已经写了六个惩罚啊，然后你丢下这个骰子，你丢到哪一个就做哪一个惩罚。五，做抠鼻孔的动作并且拍照。OK， 好，第二回合开始啦。好凶啊，这是小狗。塞到鼻孔一轮，这个你感冒不是经常做的事情吗？你的孩子都很熟练的了。好，第三回合开始。一种动物，来，你模仿什么？你这个叫什么动物啊？企鹅。企鹅。没有声音啊。给你帮忙。声音是什么？是这样子的吗？好，第四回合来了，小狗狗来了。好，乐乐到你来丢。哦，写出。对，好，第五回合。骨头没有了，我站梗的位置跟。哭吧，哭吧，哭吧。谁要挑战？星星还剩下做两个惩罚，你要第一张还是要第二张？第一张。将书放在头顶，学模特走猫步一圈后再回来。如果输掉了，就要重新来过。把它掉了，再倒回来就好了。哎，终于成功了 ，OK。第六回合开始。哎，夹到了。哦，嘻嘻，那现在只剩下第一了哦，只能搞到惩罚第一，看是什么。哎，我要玩一下。不得先大叫五秒之后，不然就又大呼秒，反复二到三次。怎么样？好乖！一二三，开始你的表演！啊啊啊啊啊！这个大哭吗？在哭吗？
不像。